啊，蓝色，我最喜欢蓝色。蓝色，来吧，蓝色。要画什么呢？哎，弄到自己手上怎么办？好洗吗？这个？好洗。它会干成像油漆一样的东西，有可能。我这边超一点点不没关系吧，各位，我超一点点我的你波浪，抄多少都没事。主要是我的波浪不画完，心里不舒服是吧？不是不是，它这个平衡 balance 有点不对。对，balance，又听到了 balance 这个词，我还是戴上手套吧。H。哦，H。各位老板，5块钱一位。哇哦！哇！5块钱一位。哥可以给我哥画榜吗？谢谢。我来个天之蓝，我可以画一个吗？可以可以。我就想证明我来过，所以我写一个，到此一游。不行。那我写 PYC，那写个 P 吧。是眼睛吗？是的，对吧？那我就是中间。哎，浩然，你用哪个？我在想，我在看，我要画什么？关键是啊。PYC，我要大量的白色。那把这画成一个宇航员头盔，可以，整一个。好了，我已经做完画了，我去做饭了。看你去吧，浩然姐，来吧，拜拜，拜拜。这个蓝色的饱和度我很满意。哇，心都很好，看出来是个人头了吧？看得出来，完全的看得出来。这个发型就是我在蘑菇屋经常有的发型。吹呀吹，吹落风满地，找不到一丝丝联系。我画的是海浪加鱼鳞的结合。可以。哇，你画的是两个人呢。我看到了。好看。风中传来一阵阵的羊味儿，小不点儿的味儿，真的，阵阵小不点的味道就过来了，是不是？山味儿，是不是？你们都闻到了哈？闻到。哎呀，怎么呢？没事。好可爱啊。